加度假哦。它是说那种大人的苦甜苦甜的那种。你的奶嘴呢？这里。喂。要度假哦，度假度假哦。阿妈呢？阿婶婶呢？可以吗？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哦。妈妈来。度假快乐哦！度假快乐！今天要组装 Stoke 的椅子。成长椅。成长椅。Register Stoke product earn a complimentary 7-year warranty. 知道记得 register, OK? 哦，这两个就是那个卡榫，你要先把它卡上去。然后卡上去之后呢，再把它推进去，它自然而然就会卡进去。后面这边就会变成直的，对，它就会这两个破环就会在这里，前面还是留个10到5公分左右。对，如果没有留4到5公分的话，等一下那个安全那个围栏这边扣会扣不进去，然后所以一定要放在第一个的地方。啊，所以你买安全带的话就是要先装，不然锁紧了又要拆开来。我们已经拆了5、6次了。对，然后再锁紧。对。安全座椅的袋子就这样扣在后面，坐起来的时候大概是这样子，所以这个就是在宝宝的前面，那你就要看它的高度来调，从后面这边调，然后这边也可以调，再把它调高度这样子。来吃早午餐了，终于哦。嗯。Avocado toast 跟沙拉。嗨 ，Jennifer。Here comes the moon. Hello.